早安。你下午那几个小帮手不在。我想说，再等一下下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男人我来了，嗨女人。M U C K 安安，佩佩安安，蛋挞安安，雪莉安安，早起鸟友同志安安，一凡安安，收了安安，叶桥安安，吴志言安安，培根安安 ，X I N E J S I 安安。我是不是搞绿牌对领异国？看你啊！啊，如果你提早排，啊，就只是干爹的时候没有你而已啊。这东西不用打出来哦，这是看你自己哦。我再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确定一下，等一下什么 DC 排队那些都等啊，不然又有人该说什么又排不到。梦梦安安。哎，不知道样样在不在啊，什么之类在不在、啊。样样从昨天就挂到现在啊，也不知道在不在。所以刚刚明明有在 DC 先打字，那个兔窝 DC 先打字嘛。问说要不要先刷啊，没人理我。没人理我。不一安安，午饭没吃完了，有打算看光遇的精彩彩排吗？哎，几点啊？我总记得有说什么12点多，看一下。光遇12点半，是吗？有人跑出黑列，这更棒啊！还出不来哎、欸，善事做这么多了，给个黑列吧。要先更新，什么时候更新？我Switch怎么更新？好啦，最后耍这一次啦。早安，等一下再开动哦，让我刷一下。等关台后也没有马上睡啊，赶快把光遇东西跑一跑。你先开珠子去放红鹤。反手不能自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可以。没料，绕干。怎样？欸、蹦蹦，你现在有空吗？还是没空？没空的话，我就只好开给他们刷哦。有空哦，那来啊，来来福房。嗨，又是这个画面。
欢啊。我想要结束这一个啊，很快让你们抓一抓，我想去刷色尾。智慧星打太金好用，我们知道啊，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智慧星爱好者哎，怪我不会为了他去刷个色尾。早阿旺，欸不是蹦蹦，你说有空啊，人嘞？不好意思，人呢？六 V 百变怪能干嘛？笨蛋啊，能干嘛？欸你上面上不来吗 ？Hello， 跑错间哦，还是你跑去关麦？要我都有这么不好，废话，我就不好敷啊，好敷那些都是会被撞的，好不好？还没有人呢、欸，连结是大家可以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阿旺你要抓吗？你如果对色尾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先叫那个、啊、我干爹抓一只给你。跑夫的会被撞，对啊，被摩托车盆太裸撞了。那小晚安，哎，你们那个自己改那个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啊18138怎么不见了？哦哦哦，我139。挂号到痛，现在到哪里了？你在公过先挂个号，那天啊，现在到多少145？哇，那怎么办？138在这，好的，真的，我是想要找鲑鱼，好，你们抓给你。哎、欸，那蹦蹦，你先帮阿旺抓。好啦，开网路了。啊，反正我先遮一下嘛，你们先进来。哎，早上没什么人，所以在想到底要不要开。哎，等一下。反正昨天想说好像可以打五星抓调味料，那、啊、结果觉得调味料有下去啊，忘记拉了，白138三九。Hello， 两位，139在吗？自己点开直播影片看一下。138，你怎么跑掉了？皮皮看得到吗？进得了直播画面吗？Hello， 139在吗？看得到，进来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说 DC Discord 直播，不是 Twitch 直播 YT 直播，但 Discord 是把我踢掉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哦，贴给你。139不在哈，我换人喽。恭喜，是不是立那九台？是啊，啊就跟你讲说我又没有加班收钱什么之类的，昨天还被凶。
韩变兄，你们这样子还有什么什么公平的吗？哦，我要气死了！什么一三九？这是139吧？皮皮不是？然后播好喽。哎，145，你看得到画面吗？Hello 145，每个人还抢位置，啊，昨天就有人在那边高一梯那边干呀，不这样呢？这样很公平吗？哎，145，哎呀，好烦哦，在不在？在不在？欸，下一位了，我重开，我先确认再开好。然后他刚还在啊，146在吗？146在不在？欸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刚刚明明打好 ID 的，啊，人又不在了，现在是哪招？139在，欸，等一下哦，146等一下哦，欸，你下次不是下次啊，打在下面啊，上面是感谢的，不是这边打字啊。那再一次哦，你看直播画面，你看得到吗？139。刚一直问看不看直播画面，不理我。143也在，好，等一下哦。143在，我没看到有143啊。143你自己进来 DC 哦，等一下进来自己进来。你是看不到啊？欸，不好意思，你那个私人讯息是关的，我敲不了你哦、喔。那个139，你私人讯息是关闭的哦、喔。EX 不行，出来了。欸，看不看得到？讲一下啊，大家在等你耶。我敲你了，有没有看到139？139，今天这里为什么有点少人看？哦，靠呀，我刚开台而已，哎，这该哦，你从头到尾是针对是啥小啦？你欠编，他就跟你讲说你讲话真的很没礼貌，你知不知道？哈哈哈哈小哈，抱歉，我先 ban 了他好不好？我真的忍他太久了。139，我敲你了，你看不看得到？迪斯科私讯啦，你到底要不要抓啦？敲你了，你看不看得到？哎，我气死了！哦。看 DC 直播不是看 YT 直播。他不熟你等等他，我连 DC 都私讯他了好不好？不是，我现在那么火爆就是那个白痴一直在那边干啊。那
那彭伯君呢、啊？从一开始就针对我还是怎样的？口气有够差的，跑去别人台讲我的事情，哦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。你先确定你看得到，我再开好不好？现在大家在等你，你哪边不熟，哪边不懂，刚快跟我说。你先点开 DC 直播，看得到吗 ？Discord， 你点开我的 ID 看直播。欸，看不到要跟我说，我把密码私讯你，我私讯了三次，两次了给你了。Hello， 看不看得到？我刚刚有说你那边有挡私讯，你要自己看一下，有吗？看到了，好，我再开了哦。不是，我就有说，你看不看得到 DC 直播那些，要跟我说，提早说，不要乱送好友，不好意思，开这个不是给你们加好友的，不好意思哦。我那时候就是怕说你们会开了之后一直骚扰我们之类加好友的，所以才不想要开观众群。我现在很火大哦，道歉，我不该这样子。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生气，我不是生你们的气，我是生那个人的气。我又命你了，快点，都快点，对不起，你慢慢来。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好，抱歉了，走吧走吧。不是啊，那个白目，你再干一次的话，我就永奔你哦。反正你也是我开珠子之后才追随的、啊。FB 有私讯我啊，我是不是一直都有讲说要等小秘书吗？我是不是一直都有讲这句话？啊，你私讯我没用啊！刚图奇这边啊，有个从头到尾都喜欢讲一些很没礼貌的话的人啊，然后会在其他人台讲我的事啊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死哎、欸！你看，鸭子等级起来了，我被杀了啦，白痴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蹦蹦，你怎么没喷？哎、欸，不要剑舞跟复古啦！你看，等级起来了吧？对不对？我昨天就说等级不能让它起来吧？哎呀！算了算了，等一下来用米米安安，快来救我，快气死了！哎、欸，升四等升十一等差这么多、喔，哦，换只我换只，哦，他多了翅膀攻击啊，白痴，会被秒，能够死。好，感谢皮皮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在针对你们，好不好？然后139也感谢你，刷过。好，那你们再离开吧，我要重开游戏。因为倍率，对啊。直接从技能页面就没事了。啊，重点是刚刚有没有看到秒不掉？哦，陈伯君，你操你的，怎么跑到 YT 去死吧你！是他啦，拜拜。我讲真的，我不需要你这个观众，你这一个观众我不需要，好不好？去看其他的台。
不要追随我，不要订阅我，拜托你走开，好不好？你走开，不要，不需要你追随我。从前几天就开始说你小心一点，你这样讲话让我很不爽，还是没有我知道了。他刚开台的那么少看，啊，很正常吧？而且看台几个人干你什么事啊？不想一大早就在那边不开心哦。都要换社回待火二吗？哎，肯定要换了吧，不然打不死。盒子，你看。你现在听到繁星生气气，很不爽啊，超不爽的欸。欸，你们两个自己离开哦。所以145到底在不在啊？永奔了，哎，干好事也被嘴，他不就这样子啊？143、146在吗？哎，明明你在不在啊？你要在，你在的话，我就只拉一个人上来哦。刚才就听外地有在搞，没有，一开始是土耳其在搞。146在，啊143嘞？刚不知道不能用剑舞，不是啊，可以一下死的东西不需要剑舞跟复古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看在你们昨天没有在看台，143在不在？不是睡不睡的问题吧？烂人就走到哪就是烂，没好啦，有点口德啊。145在哦，145在不在？143那位绝在吗？叫号哦，143哦，我去开个电脑。好，143在哦。好，145你，我先帮你拉一下。那你们看得到 DC 直播吗？要看 DC 直播哦，看得到哦，那我开咯。好，来看这个。不需要剑舞，不需要复古，不需要强化，直接用最痛的招打就好了。游戏要好好休息吗？好早开哦，啊，早点开，早点结束啊。只是我本来火气没那么大啊，被针对真的很不爽。叫我吃饭，有吃饭啊，不用担心。你太关心我的话，东粉会生气。好，你们先进来。我本来今天标题还想打说，啊，人做好事，嘴巴留点口德之类的。哎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他稍早讲什么？要不要？来来来，给你们看，他说了什么？哎，好了吗？好，你们打。我让观众看一下他打了啥鬼？什么鬼？来，都变他打的。安安，你看我12点才刚开台吗？又在那边讲什么？安安，今天为什么人会这么少？然后人家跟他讲说刚开台而已，他们打哈哈。你说这是不是很欠打？而且他从以前就是一直每次讲话的方式都是这样子。我真的忍他很久了。禁过他，你不要这样打字，很没礼貌。而且他还叫安妮什么胖丁，叫安妮直接讲胖丁什么怎样怎样怎样的。哎，你怎么秒不掉啦？谁欺负你？扔掉了啦。M L E J 零四零安安，这真的欠扔。对啊，哎，真的不是我，我脾气不好，哎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哎。
我烂，我才94。哎、欸，吃满哦！低了啦，我编的啊、哦。你说永编是不是？永编哦，哎、欸，温阳帮我，反正也不会出现啊，也是啦。温阳帮我编他，感谢降落谁？等一下哦，聊天室。谁降落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谁？看不到降落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是谁？谁？主播现在在生气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等一下的哦、喔，我要给一个那个刷过，刷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感谢143146。你是不是看？错，感谢肉酱。好，对不起，洪伯君，你再打一次字试试看，是不是不知道规矩？不要催神，哎，算了啦，我真的也不想讲什么，等下越讲越火大，哎，不要让我们大家好不好？就跟你讲了，我帮你们审核进 DC 的人在上班，他是。也算是公务员，也不知道公务员啊。哎、欸，其实不用啦，这个直接隐藏屏，哎、欸，什么？移除检举就哎，暂、欸、停使用者权限就哎、欸、不对啊，隐藏这个频道使用者就好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直接永编他啦。啊，退群那边就，反正没关系，你去别人的台继续讲我的事情，就说我把你永编什么之类的，你去讲，让你讲好不好？有啦，有永编啦 y t 有永编啦，自己小心一点。我很少在永编人的、欸，都有色情机器人。查看。好意思，哎，咪咪你好了没？我知道，我在弄置顶。好好好，来吧，你们自己进来吧。对不起，还没开。哎、欸，阿旺这边等一下帮你留啦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抓完的时候再让你用，大家一起搞大。刚在等我，哦，好了，哎、欸，有玩雀魂的记得上线去领个补偿哦。好像前几天有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，然后有补偿两个礼包。你点什么第一次会很抱歉，我也很抱歉，就是被那个观众影响到情绪了，抱歉。昨天的更新补偿，对啊，没有券的补偿，哎、欸，再来个一单抽券吧。这里问一下有没有普通的水族交换？你要问的话，你来土耳问会比较找得到人。走吧。超久没开也可以拿补偿吗？可以啊，因为他补偿是给到期有到期日，
我像我这几天都在玩珠子，没有玩雀，我就想说上线看看，还是有得拿。昨天出现第二个，你是不是就在上面啊？用个蛋塔、啊，在哪边问图奇？你去图奇搜寻我的名字，找繁星就找得到了。哦，你刚刚在敷哦，那个骑士吗 ？KINGHT， 你跟 6.2 要吧？感谢你了，感谢你了。安藤优树安安，对、欸，那个等一下都一个一个拉哦，因为想说我前面一个小时一样先。凑满三个干爹帮忙抓。好的，145，感谢感谢，那再请你离开啦。哎、欸，阿香，你昨天还在当 mod 哎、欸，我昨天在看你在管 mod， 然后你还说什么？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记得好像是催眠粉还是麻痹粉，你在那边讲什么话？说有钱人不会被催眠吧，还是什么的？147在吗？你昨天不是在那个吗？火火一族的台当管理员，你不是说你在那边 mod 吗？昨天关台在上传记录档的时候，在等待过程中，想说进去点一下直播，然后他不在打那个对战，对吧、啊？好在哈，那、啊、你看得到 DC 吗？点 DC 直播进来，在打架啊，对啊，你不是说爱人吗？谁？一直拉你的那位啊，他是做那个啦。我们打工时候你遇到那个你的爱人。147点 DC 直播进来看。阿卡西，嗯，你看到 DC 直播吗？看得到看不到都要说。好，你进来了。Hello。我们昨天就在聊说你那个，我们那时候打工，然后你不是连续三天，连续三场都遇到那个很爱跟着你的，结果第四场你终于说啊，他终于离开了。用进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三场我们不是都排得很快吗？啊，第四场的时候排比较久，然后进去又说哦，终于摆脱他了，就进去还是他，然后你就说哦不。阿卡西来哦，忘了探小事是灵活特性，鬼剑直接没招数。请问 DC 直播怎么看？等一下拉上来的时候才看得到，现在看不到。你现在看的话，每个人都知道密码，懂吗？现在看的话，每个人都会知道密码，所以要上来才能看。我觉得下次要有一个人在下面，有没有待着分享一下画面给他们看？没事，换游戏就断了。等你，目前没电了。哎，感谢你了，那我先把你送出去了，感谢感谢。哎，148在吗？在，好。
弱弱的问头像在哪？什么头像？请问可以加吗？可以，在上面的 DC 网。我每次打百变，打变成色维的百变怪，在想说为什么它不是色维啊？哦。PIPPI 安安，主播这有百变怪的洞口，用多久时间到的？我没有特别刷它欸，我那天是干爹他们，就观众他们打六星洞打得很开心，我就说哇，你们打得好积极哦，我好久没看我自己的六星洞了，好啦，我来看一下啦。然后就是前天打开之后，才想说帮一些人刷，然后想说。应该还有几个人会要，就是刷到了现在啊，不然我现在还在刷色尾、欸，我刷色尾那么开心的事情不刷，跑来这边受气，天啊，为什么人那么好，为什么要被嘴被骂？哎，那也是很猛，就很猛啊。重点是最猛的是什么？遇到百变怪就算了，然后说哎、欸，我遇到了哎、欸，然后刷完之后啊靠，是6B耶、欸。不该打开的，没错，不是可以打开，我不该送的那么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，我们这是熟的干爹观众们自己拥有就好了，我干嘛要送给陌生人，对吧？我为什么人要当那么好？我阿旺，你昨天才扯，我昨天把你遇到那个，你遇到那个墙壁里面的米粒龙憋给他们看，他说这是鬼吧？我设，这就是，是有就是好像，因为我跟他们说，哎、欸，你设围来挡也挡不住，你信吗？我就贴了你的影片给他们看。抱歉，我是刚刚145，第一次叫号，不会用 DC 拖一点时间，感谢主播的崇拜吧。没有啦，因为过号的话，其实昨天他们有说过号就直接重新拍，我说不要这样子，就来一个那个过号的房间，然后就是过一阵子我再问一下说在不在啊。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可能，哎、欸、呀，那个 Jacky 好了，谢谢哦、喔。我就想说，有些可能会突然被老师叫起来，还是怎样的意外发生。刚刚说繁星交换宠的，可以在这边交换吗？我国语不好，听不清楚。啊，刚刚繁星说交换的，交换什么？哦，你说有要水压是不是？他们刚在那个 YT 解决了。哦，谢谢离开。命在吗？来宾149好。不发任务就是了。只限今天，什么东西只限今天？没有啊，送完就差不多嘛。差不多之后，我就是再开给观众多刷几场，然后干爹多留几只嘛。等后面如果有认识的人需要，好不好？可能幽里啊、玲玲啊、土司喵、茄子他们想要6V那些的话，丢给他们。感谢都来不及了，这些难听的话的人真的很过分哦。昨天，话说这三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怎么讲，我家秘书也是很委屈啦，因为很多东西是他帮。你看这个 DC 群，所有房间所有规划都是他在弄的。他要上班，然后还要忍一些
观众一些比较怎么讲，有一些观众就是讲话很不客气，就说啊你们这样子要怎么排什么之类的，可能是就是有第一次的嘛，啊我也很体谅那些第一次什么之类的。你看我能体谅到刚刚都发火，你就知道这几天多委屈了。主播演唱会开始了，哎好烦哦，看一下啊，这是哪里没办法看一下，现在是点那个 NPC 去就好了吗？吃力不讨好还要被这种整天哭吧哭吧逼孩子。不是啊，就是我们昨天不是说好刷到那个138吗？可能刚进来的不知道，我忘了这件事情。他就直接回说，因为我那时候是遮号码嘛，只留一个人进来。他讲什么？他讲了，你这样子公平吗？挡成这样子，谁猜得到密码？那我那时候就是整个被这句话气到，没有想到说他可能是刚进来这件事情。后来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叫公平？我留这两个人进来是帮忙抓的，然后我就整个昨天理事整个超下线，然后等嘴完之后，他还回说好的，谢谢告知。就想说啊靠，我是不该这样子。哎，我们演唱会，光遇啊，你们想看吗？好，感谢149，感谢感谢。啊，记得拿到的，可以偶尔回来看看我的台啦，没有强迫说一定要一直来。哎，怎么看啊？你要怎么看演唱会啊？是直接去峡谷吗？没有，你标题也没有说让猜，可以拉我上去吗？你是谁？不好意思，你是谁？那个 RYBBUHHI， 你是谁？那他讲话也不能这么不客气吧？啊，我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！你这被卡出去了，直接请他离开就好了。哦，昨天是直接超火爆。哎，咪姆，你要不要6V？现在的人都很火爆，我就很火爆啊！我就说我其实脾气很火爆的啊，我本来脾气就很凶，我是收敛很多了。小财奴在吗？在，好乖。刚好看到啊，不好意思，150是我的，你是151，我看到这句话。我没有玩，没 Switch。哎，我觉得太扯了，直径怎么可以不发每个人一台 Switch 嘞？对不对？我要抵制这种行为，在底下的艺人应该要人手一台 Switch， 对不对？我要去抵制这个不正当的公权力。确实，他应该给我。对啊，你看冰恋都玩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冰恋在那边抓珍品来杯茶，抓得那么开心。杨子怡，那你自己排队啊，我明天让他加强。哎，肯定的，哎，不要啦，去抢钱，然后去买最新的。对呀，对不起，外面暗。啊，杨子怡小姐，你还是要排队的哦。蚊子安安，超级过分。哎，还好吧，最新的 Switch 至少跑的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吧。在抓色为真品吗？没有，真品而已，色为是另外一回事。然后如果有点开 DC 看最下面的那几间房间，那几间房间就是他们在等那个我现在的两个干爹抓的异国百变怪，所以不要急，好不好？请有点同情心是第一点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我没有要收什么机票啊，不车票啊什么之类的。啊，这两个干爹也是帮忙义务的，这只是很突发的活动而已。可能过这啊，不是可能啊，过这礼拜就没有。你用大师球招喷火龙哦，太狠了吧！物资那么多，也不是拿来这样子挥霍的吧？这么说要三台，肯定的吧？
一小时差不多20只而已。嗯，就是30到25只啊。意外话，光遇炸服了，别开了，别开了。结果大师球圣诞会变红白球，没错。哦，是不是都没看我的直播？好，感谢小才奴，感谢感谢。啊，记得要多关注我的台哦，搞不好我会有观众啊，也有刷到百变怪或是社尾的，好不好？到时候请关注，我再改个封面，然后你们就再进来。好啦，小才奴，感谢啦。来。151在吗？欸，我要的不多，就是你们偶尔回来看看我的台就好了。在，好。同学，你抓的是哪一国的？原来炸了，难怪进不去。欸，那我刚刚是不是不该出来？百变怪的蛋不会遗传球种吗？可以。它会遗传其他的球种，就比如说，我昨天换到一个速度球的卡地狗嘛，你跟百变怪生的话，后面都是速度球，就是百变怪的球种不会遗传，它可以遗传其他宝可梦的球种。我要干嘛？哦，对不起。带壳的可以插上基座吗？不行，放弃吧。对，所以昨天有一个人要求是要用 UB 球抓，我说不好意思，球种不能要求，因为很多，因为这其实。其实很多都是开，谢谢哦，谢谢加入呆火二战队，谢谢谢谢。要我们这边有五个，六个在帮忙抓的，有四个都是开小号上来的。宋同学，你抓的是哪国的？我要标注日文呐，他是日文。对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抓百变瓜干嘛 ？UB 球抓干嘛？球种不会遗传欸。他说是吗？我说对啊，不会啊。温阳被无视，没有，他不是无视啦，他打字比较慢。不不不，不是零百变怪，大家想换其他精灵。刚刚繁星说那说明他的名字在哪？没有，你帮我讲啊，我讲一下，我讲一下。那151，那你再自己离开哦。那个换。水压，快放！对吧？那我把你踢出去了，不踢出去啊，对不起，我把你送出去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送出去的、欸，没有，那个152，你对 DC 不熟对不对？你现在打开，你现在点我的 ID， 然后你点下去之后，用手，你是用手机的话，用手指戳，应该会看到旁边有个什么观看直播，有吗？那个 Sanky 是吧？有了有了，你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就好了。你这样就可以看到没有密码的，你可以看到无码的。今天辛苦啦、请你吃午餐，不气不气。哇塞，阿旺，谢谢。没有生气啦，哦，不是，是真的被啄啊，就是被那个观众，我气到真的是，之前就其实有对他生气过，他说他知道啦，他、还在那边皮。谢谢啊，谢谢阿旺，谢谢谢谢，也谢谢你的酱油寿司，有吧？你那个152现在都 OK 哦，有看到
左上角是不是没有那个？有一只兔子在跳。那人刚来第一印象就很差，他是不是去安妮台就喜欢乱讲我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喜欢对安妮开黄腔，哎，我就很不能忍啊！今天他跟番茄开我无所谓啊，今天动到安妮我真的不行。U B 球要买图鉴对不对？或者去那个打级别队，不打学员战，打学员战可以拿到 U B 球，就各种球种都有机会拿到了。我的梦境球就拿了两颗啊，153在是第一次用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叫号，我慢慢教你。反正看不到的话，我再私讯了。然后奉劝大家，这个群组好友，请不要乱加，好不好？这是给大家跟我互动用的群组，不是给你们交友的，好不好？拍卖场一颗100,000起跳，对啊，然后卖到后面都是200,000、400,000的啦。等他，哎，拍火二使用瞪眼，我觉得我可以哎，来瞪我。最图奇最大交友平台，啊，没有啦。好，感谢你啊！记得偶尔回来看看我，好不好？主播，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啊，我先把你踢出去了，送出去了啊！主播，因为这个活动，我的图奇追随到30,000了，很开心。啊，你说你不会 DC 对不对？来，你点开我 ID， 先点开我 ID， 然后右边会出现那个观看直播，有吧？如果点不下去或怎样的话，要跟我说。我们今天护士不在哦，好，你成功了。我是155 ID 小燕，我也是第一次使用。好的。哦，你是燕哦，好。啊，154有在吗？因为154不见了。有了，谢谢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看，我还是可以很体贴、很温柔的吧，对不对？又只是刚刚真的相信我啊，是被额外因素气到的。你去卖东西买球，快，给我快！你看这个人。抓到球都没了，他去卖特性胶囊了。大家没有信，没有，大家都信没有不信啊？不是啊，等一下就说这主播走得那么凶，我天啊，好赚哦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几个胶囊了啊？我想知道你们刷到几个胶囊了，因为一个胶囊等于是你们抓了一个啊，应该有卖掉。夏西安安，光愿意开这个活动，基本上就已经圣人了吧？哎。所以你看，我就是说，我就说嘛，我是唐僧，有没有？带着猴子、猪跟河童，然后骑着一匹马，离校直接财富自由，对吧？老校长什么的不干了，我自己盖间学校出来，超多没算，昨天也打了16球，就满。哎，对，你们的那个 L 胶囊，你好像可以灌一灌。随便路边抓个贪吃豚，灌到100等，有没有？都是用宝宝形态的去灌到100等，然后去开始拓组件，多次兔嘛。那匹马肯定是那个吧，肯定是月雪吧。你买66个，66不是不够吗？昨天那个谁样样不是也送了108只出去？如果这百变怪高掉膏药的话，那肯定更棒吧？不是。还好是掉膏药，掉香料的话我会很痛苦。我也想要。哎，你卖66个，白痴哦，卖那么多干嘛？卖个10个20个就好了。
啊，你是不是要加那个努力值？好的好的，你去买皇冠加努力值是不是？你快进来，米米，给我进来，先进来。没办法买哦，进度不到是不是？哦，哦对耶，然后道馆要开到一定程度。好啦，等一下私下你们去打个道馆啊，把那个100等的呆火二练到100等，不练到252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昨天在翻那个就是呆火二的资料，他是不是第二阶带进化起始就好了，然后第三阶不要进化。因为我昨天在算他的那个特防跟物防，带进化其实多了10-20欸，这小号不需要吧？欸，不好说欸。但待会儿不听话用不了了。哦，对，光速破完神兽转给我，欸，这么好的吗？等下人家说你复制来的，我说我没有，你看训练家名字。早安主播店，早安。来153，感谢感谢感谢啦感谢啦，那记得偶尔回来看看我好不好，今天主播可能凶了点，但是好不好，还是爱大家的。我凶你们是因为我爱你们好吗？阿兄刚刚那个是我恨死他了。小燕在吗？小燕，你现在应该可以点开我的 ID， 旁边会有个观看直播。在，那你 DC， 你要看 DC 哦，是 DC 直播，不是图奇直播，有吗？爱之深责之切，没有，单纯就是想骂他，练了不亏。这么说来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开我的猪板，然后用异国啊？可以啊，白痴哦、喔。所以你的主板哦，你进来了。你主板就是可以选个简体啊，然后就是随便抓一只过去生啊。有了齁，好的好的。哎、欸，对你白痴，你要不要开个主板，然后多抓几只摆一个面块去用啊？然后你现在看画面会看到没有码的。对不对？你开个猪板，然后选简体或日文随便啊。日文在外面呢、欸，哎、啊，你在讲屁话，我气死。可是猪没闪符啊，不是，他可以抓，然后丢给他的本尊。晚上可以，晚上我理你哦、喔。是可以啦，但要有人帮他传，他时间多啊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白痴哦、喔，你只有一台对不对？我现在就是这样，借朋友的猪来开帝国。对啊，是不是？艾利恩早安。我觉得未来等家开放后再用没有用了，大量搬家刷球奖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样看起来 YT 外国人比较多哎、欸，我以为图奇会比较多 ，YT 比较多啊。感谢小燕啦，还要偶尔回来看看我，好不好？我们说好了，那我拉下一个喽。哎、欸，156在吗？感谢大大，不会不谢。这洞百变怪还要留多久啊？应该明天最后一天吧？
欸，我很想刷色，我也想刷香料啊，我也想刷。你知道，我只要打开那个宝可梦交易的时候，我随便输入个号码，马上就有像英文 ID、日文 ID 的跑进来。我想说，完蛋，他是误会什么了？我们只是要私下交易啊。好，那你看得到 DC 吗？好，我看到了。就酸版本用宝可梦附加传奇哦，洗图鉴哦，哦哦哦哦哦，然后图鉴洗好之后就把球丢过去是吧？哦哦哦哦哦，聪明哎，哎很久哎，这样刷完一天有要五小时吧？来哦，还好喽，按起来真的是哦，对不起，好聪明哦。也是欸，这样子虽然很久，可是总比打那个学院战好。我学院战打八小时，可能一颗球都没有，都是掉那个什么属性碎片，不然就是那个还有 TPP 提升剂什么的。有看到吗？上面的那个五码的密码，有看到吗？球不能传带，可以啊，可以啦，球可以传啊。我的那个啊，我的小火龙就是爱心球啊，这我小火龙就爱心，不爱心球，甜蜜球啊。进频道不挂号是怎样？新手吧，新来的不懂。我说背包内的，哦哦哦，是不是很难掉啊？那个直接买就好了。哇，这么红哦！哇，它好荧光哦！我知道它的那个它的前一个进化是那啥，前一个进化是白色的。12月9号那个新活动应该也会把洞刷掉吧？啊，你是说那个吗？本神的东西吗？我没死，我不知道，你怎么会问我？还是你要去买木炭？木炭有开吗？不补货，继续上班挂台，拜拜。欸，你们那个不挂号的我不拉哦。你们 DC 如果前面没有数字号码的我不拉人哦。我先说哦。我们游戏规则是这样子哦。你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我是不会做事情的。好的，感谢你一德二回来看我。不要抓人就跑。好不好拜拜拜拜拜拜。哎 ,157, 你有在吗？在，好，欸，我记得你很眼熟，好像有跟你玩过，对不对？但房主只能用一等，不是啊，你用一等，他们打得比较轻松啊。你等级用越高，他的血量倍数越高啊。你有玩过那个吸血鬼精神者，死神的血量就是乘以那个你的当下血那个啊等级啊。那你现在哦，有你有进来了，好。我先出门买东西，等等回来。现在吗？你是要现在出门吗？还是等一下？我现在要出门哦，那我再拉一个哦。忍者阿仁在吗？忍者阿仁。158，忍者阿仁在吗？你在哪打字？感谢白勋大大，不会不会。忍者阿仁在吗？158，忍者阿仁第一声。哦，你在。请回到 DC， 谢谢。你打开那个 DC 直播画面，我的头像点下去有个 DC 直播。
有吗？哦，有了，好，那密码会在这边，你们再看就好。那个鱼与喵你在不在啊？ Discord 的鱼与喵，你如果没有改前面的数字的话，是不会拉你哦、喔。还是你要去买木炭？蹦蹦，你要不要去买木炭？有开吗？还是要去买木炭？还是请谁传个木炭的宝可梦丢给你？或是怎么讲究头戴？还是生命宝珠？打不死欸，你用什么技能啊？不是喷射火焰哦、喔。去信使鸟找找，好啊。可是我记得那些东西是要解锁的啦。你现在可以去买喷射火焰啊。欸，他怎么喷不死了？DP 没了，不会啦，他进去都是会补满血。好，感谢利友跟忍者阿伦，想抓过阿伦。好了，感谢两位，没力了，对啊，你去帮他买个生命宝珠吧。哦，差点被人白痴啊！轮到蛋塔了哎，我是不是该跳过他？我看一下哦，嗯，好，再来就是160跟161了。蛋塔，拜拜。等一下哈，那个冰山去买了生命宝珠给他。哎，你们先交易好之后，我们再开打。蛋塔速度呢？完了！等等等等，什么？怎么点开啊？点我头像，点我 ID 啊！因为看到我们房间现在四个人，你点我 ID 会出现那个进行观看直播。请问伊布梦特是危险预知吗？危险预知。蛋塔还在 Old 2，欸，你到底有没有要？不好意思，这位蛋塔，你有没有要 Old 2啊？不，讲错，你有没有要抓？你有没有 Old 2？我用手机，好，语无伦次了，对吧？我在找。你看，你不止进得慢，你看东西也慢、欸。你是不是也想殴打？欸，他新赛季了、欸，阿旺，他新赛季了、欸。我想说怎么换殴打了？嗯，等下人差不多排完了啊，可以殴打了啊。已经这么饿了。最近有卖，我最近有卖。你是说附近还是你有卖？有，昨天看到了。对啊，新角色要通行证，不然就要练到70等、欸。新赛季的实力好像很不错，我觉得蛮好看的啊。可是第一季的就是比较柔和吧，第二季都蛮帅的。你说 ID 点开然后在哪？不是点开我 ID 啊，你点我的头，你点我 ID 啊，右边应该有出现进行直播啊，不是进行直播啊，观看直播，没看到吗？你应该是戳上去就有了吧。我进去打，哎、欸，你好了是不是？月雪你好了吗？
你现在不是当社畜吗？但是女王造型没有原式那么有趣，她就是打雷啊，身上噼里啪啦的电。请问主播介意这模式让其他台效仿吗？这模式让其他台效仿可以啊，就只是希望观众都乖一点啊，然后主播的心也要宽一点。他写频道封锁，你要封锁我？好啦，那个请月雪帮你啊，月雪等一下私讯你好不好？蛋塔，你也太，我密他啦，你开吧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你啦。你看，不然每次都有人手速特别快，抢不进来，然后又有人说整天速度快，然后不要小看他，他就现在连密码都看不到。啊，谢谢月雪。这只是不播对不对？可爱。繁星哥第一次用 Discord， 努力找私讯中。没有，不是私讯，你先下去挂号，你先去楼下取号码牌，取好之后，你如果要进来的话，你应该是167啦，然后后面是打你游戏 ID。那你好了之后，再来说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不是叫你开麦啊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月雪敲你啊？请问点开繁星头像后没有显示？要同一个房间才能看到。蛋塔咧，靠！你是不是在嘴啊？蛋塔 DC 私讯，你私讯看不看得到？看来我刚刚跳过你是正确的、欸。是蛋塔，你到底可不可以？你不行就直接跳号好不好？哦，你有挂161哦，那等一下再说，等一下再说。你跳吧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很白目哎，去打欧达啦。那你排什么队啊？哎、欸，都到你了，你还排欧达，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子很不行哦。我真的觉得你是来搞的哦。不好意思，我重开吧，有人在搞。等一下，我拉下一个。那个，你现在，你不是私讯，你现在点开我的 ID， 有没有显示说可以观看直播？有吗？那个，有。你找到了啊、哦！我等一下再拉你，啊，气死了！哎、欸，不要打算了这种东西哦，人家在帮你，人家在弄东西，你突然打一个算了，会让人家觉得很心情不好。你懂吗？人家在好心好意在帮你教你什么东西，突然打一个算了，这是觉得心情很不好。哎、欸，你跟冰山换到那个了没啊？生命宝珠，我冒着老板娘干翻的风险，你跟我说算了，你给我过来，对吧？因为你在打积分吗？如果你打积分的话，可以原谅你。你跟我讲说打一般自由或游乐场的话，我一定骂死。我下跪，我不要。你想对我干什么 ？How are do I join？ 冰山，我买木炭了，要找谁换？要找谁换？换什么？不是啊，你把木炭装在你的呆火二身上啊！你把木炭装在呆火二身上，
因为它是增加火系伤害的啊。哦，有装啊，这样就好啦。加多少？ 1.2 倍吧。好的，感谢火跟力哦，感谢感谢。还记得偶尔回来哦。哇，月雪，你又帮我调好了哦，谢谢谢谢。对不起大家，我留跟这位道歉啊。你要不要进来了？原氏开大什么？给我站在原地哦。丢一颗球而已，很难吗？哎、欸，你直接把他拉上来哦！哇，天哪、啊！哇，有你真好啊，冬粉，你真的要好好珍惜月雪啊！天哪、啊，冬粉，有这样的女朋友真的很棒，好不好？哎、啊，还能学英文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他们全部拼在一起，我真的看不懂啊。我只看得懂他说什么要加入 Discord， 然后进行房间排队，零号码，你的游戏加 ID。然后等叫号，谢谢。买布那是要烤肉是不是？没错啊，怎么了？增加火系伤害。蛋塔看得到直播了没？蛋塔，还是你是看资讯？不是啊，那种国际台的一定都是来拿东西的啊，拿东西就走了。Hello， 看一下、喔、观众人数三。你看私讯，那个嘞，东在吗？ 162东在吗？ 162确定在我才开启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他好像在，看到观看三。好了，那个密码开了。东来，请看，请进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蛋塔，你现在跟这个行为跟我们当时也会叫阿伟的一样，对不对？嘴里，哎，对对对，欧阳养，对不对？气到。我们约好饭局了，结果全世界二十几个人、三十几个人在等他，就等他一个人。他给我在那边在那趴跳 Just Dance， 然后我们结束之后，他才说他跳舞跳到忘记这件事情了。对，就是那个大滴滴阿伟啊，一些台 V 那边常出现他，就是他，然后都在打什么斗阵英特战英豪那个阿伟。全世界都在等他，然后连服务生都说你们差不多要开始点餐了，不然时间等不了。我们很尴尬、欸，我说没关系，我们在等人，又多等了十分钟，人还是没出现，就说在跳 Just Dance， 哇，我气死！你看，你已经准备轮到你了，你怎么还敢跑去打斗争特工？啊，你说？今天你没给个交代，你别想出去了。那、欸、黑名单那个阿伟吗？啊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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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明明知道我喜欢吃乐事的洋芋片，是要吃那种整颗马铃薯切片的洋芋片。他给我买那种盒装马铃薯泥的，而且还是买那个海苔口味的。他给我的时候说，其实这是他想吃的。然后说什么？既然就是买不到那个什么原味的，他就买了他自己想吃的送给我。我说你白痴哦，你要吃你就自己吃啊。哎、欸，好，我想说我还没有按右键给他们身份证。忘记有你在，天哪、啊，有你真好。卢比跟怎么念？凯吗？嗨，在吗？哦哟，一二三四，好，你们很棒，你们不是蛋塔，你们都会看直播、哦，你们不是出一张嘴的，好棒。
我真的只有挂着没有打。请问你玩哪只角色挂着没打？你说劳工的话，那你真的是很强。我也不玩原始的，玩炸弹史，哇。啊，那我希望是之后还看到你们打招呼啦，不看台没关系，现在打个招呼再走也好。就是，对，我知道大家进来的目的是拿这个，那我也是希望就是偶尔回来打打招呼，有没有？进来就说繁星，谢谢你上次的百变怪，这样我就很开心了。繁星哥，不好意思，我能重排一次吗？帮我弟抓一次。好啦好啦，可以可以。反正现在人少，你排应该可以，再去排吧。啊，那个鱼与喵，鱼与猫就不知道干嘛，他前面也不挂号码。你再排吧。不是啊，问题我也没有开游戏画面啊。不是，就跟我们昨天蹦蹦一样啊，你知道吗？昨天蹦蹦。就突然那个米米就说，还是要等那个再打 Overwatch 2的蹦蹦。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打？我说，全世界都知道、哦。他 DC 叫什么？哎、欸，那个你看一下，你回一下那个我们的 mod。谢谢房间里的百变怪，大小，大小。多小？问一下、喔，他叫什么？他好像我不知道、欸，他叫什么？那个李元吗？无理员吗？对不起，你的 DC 叫什么？你要不要打 YT 上面？然后会再给你抓一次。利友，哪一个利友？现在有两个利友。你刚刚是几号？你是刚刚几号的利友？刚刚有两个利友。哎呦，很错。刚有两位利友哦。OK 了吗？161哦、喔、161，好好好，我是刚刚的荧光陆地水母哦。你好你好，天啊，你是抓他小时候进化的吗？还是直接遇到他？现在全世界不是知道我在哦，是知道我在雷。哎，别说了，你还没上 highlight 就算了，你可以去排了，你再排一次吧。野生小时候，他是不是很白？我那时候有看一下那个陆地水母的色尾，我想说会不会错过，又是那种一小点一小点的色尾。有空一定来打招呼，反正也要有空啊。啊，下次一定有没有？好了，紫蓝跟疯狗都在齁。一二三四。来，请看，请看密码。不是啦，不是叫你排161啦，你要170啦。你要从170，不是让你插队的啦。我帮你搞，帮你搞，帮你。更改昵称。我想说直接进来就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排过，我要插队。棉被猫安安，子岸，疯狗进得来吗？还在连吗？干，我打到一只有五六个技能的沙奈多，很正常啊。你五星洞、六星洞都有六个以上的技能的、啊。咪咪，好，你等一下让你来。所有的人拉一只，对，
没错，拉一只就好。网络挂了，等等，哇，好，等你，反正现在牌抓的少，阿是牌异国的比较多。太难拿了吧，七八，对啊，很正常啦，不然他就那几个技能很容易被针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一只学封印的一只角色，锁他几个技能他就不能用了啊。主播们跟我安安，对不起，安安你好，日月星辰三安安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主播现在要看四个聊天室，抱歉抱歉， YT 图奇跟 DC 有两个画面我要看。你们稍等一下哦，那谁 ？SHARK51107 啊，是不是色为可达呀？看来是了。封印对攻太金 BOSS 会怎么办？他就不能放那几招啊，但是他可以放其他几招啊。我们上次。那个封印月亮衣服就是封印炸欺诈、啊、选封印，就索罗亚选封印嘛，然后再去学欺诈，然后那只索罗亚就被，那只月亮衣服就被封印。哦，你是说三个人学封印，然后个别针对他的技能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啦，因为索罗亚又不是什么技能都可以学，又不是梦幻，梦幻学封印，然后再学那些东西的话，那才恐怖吧。那感谢刚刚那时候。公狗跟什么子岸啊，谢谢谢谢，还记得偶尔回来看看我好不好，然后发现开始取消追随取消追随，取消订阅，点下去啊，难打、啊、1234，下次和团队再试试看去迫害七星喷火龙。没有啊，你七星喷火龙索罗亚有一些技能不能学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会准备就是六七招以上的技能，就是对应你这宝可梦身上带什么或是特性是什来，密码开了，不一定只有索罗亚会封印啊，我知道啊，那你也不一定所有会封印的角色都会很多招啊，你可以去找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想月亮伊布怎么打的时候，就只能想到封印这一招啊。当时啦，我们那时候还在拓荒时期，还在面对那个败露球菇，然后月亮伊布跟气势猴。就是各种方法都想了、啊，当时是这样子。不然牺牲一点诅咒之躯。诅咒之躯又不是百分之百发动，哇！他这个粉真的好好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打死。米米是不是在嘞？
现在是比凤米在抓吧？对啊，我YS给我去买木炭，给我去买木炭，好不好？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血量喷射火焰喷不死了。看来样样早就装了，装什么东西？你说木炭吗？我也觉得他一定有装欸。哎，感谢拉力猫咪，感谢感谢。样样的鳄鱼比较派，搞不好他有调过啊。他那只搞不好是已经调好，有没有胆小内敛的？然后努力值都吃满了。他那时候96都一发死，他一定有偷偷嗑药。他不止糖尿病发，他在尿里面还 发现很多毒品反应。他肯定有打针吃药啊。那个鸭鸭在吗？啊，来宾168丫丫丫丫在吗？丫丫，我们等他一下，他没有回应，那就过号。夜夜哦，你是夜夜哦，那个你看 DC， 你看 DC 直播画面，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的话，等一下会有个啊护士小姐咨询你，好不好？尴尬，好像看不到。哦，有了，他进来了。好了，那你等一下就直接看五码的画面，好不好？他进了，我知道。来吧，上面的密码。刚刚的被魔方攻势终于溃解第三层。哦，可是你当你会了那个方法之后，你会觉得。那个魔术方块真的很无聊，所以就只是在记那个，看你能更快的转那个转快一点，或是慢一点。像杰克他就是3分钟内可以转出来啊，我的话是5分钟内啊，因为有时候脑袋还是会打结一下。所以那时候谁，我小侄，而且我之前会玩魔术方块，然后是最近我小侄女又突然想玩，所以我就去买了个魔术方块，重新再去熟悉一下。就每次他打散了之后，再帮他补回来。我要撤了，教主加油！好，谢谢谢谢。我等下自己拉。什么？目前在抓的是 B、C 区的兑换员 ，B 区目前比较少人排队。哦。对，还有没有 C 区最后面的想要去 B 区开始排？魔术方块我只会拆跟装，我说打散之后自己再拼回来哦。你那叫做拼图好吗，男人？我干你的定身法，木炭去哪拿？那个信使鸟包包那边有卖。哎，感谢夜夜，那。记得偶尔回来看看我啊！感谢感谢啊！169水晶饺在吗？169水晶饺，请问来宾169水晶饺你在吗？不会不会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嗯。哦，好，那你再自己看一期画面哦。
那我去逛一下，你赶快逛，你逛快一点。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啊，你也不能去。想说亮光寺那边有卖那个生命宝珠。哇，贴心的护士不见了，我要自己加了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恭喜！我人在外面差不多了，这样 OK。没事，你慢慢。另外一个版本，我到时候再。那等一下，那个谁，米米跟蹦蹦再跟温阳说一下，你们身上有几只哦？蹦蹦比较多啦，米米比较少，少六只吧。吧吧吧吧。哎，你们两位，对你们两位喽。应该有卖啦，木炭好像进度没到，也有卖吧。欸，拍水怎么这两场都在口香糖？我刚想说，刚刚上一只应该是蓝色的，就不是欸。本球排一，手排一，自己去排啊。我的是蓝的，你的是改兽吗？你是改兽换到的吗？有没有可以吓死的木炭万岁？欸，我以前玩经营版，那时候日文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看不懂木炭是什么，我好死不死刚好装在那个火爆兽身上，就真的好死不死是那个木炭装在火爆兽身上，然后就打得很顺利，不是洞里面抓到的，哇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藤果虫射了，可是没奖章。哇，你没有中到那个52/1哦。哎，欸，我的，哦，对不起，水晶角，感谢感谢感谢。那之后再回来看看我嘿。那拜拜啦。嗨，又轮到你了。我帮你弟弟那么好，天啊！你看，你说帮朋友抓，我还是半信半疑。你跟我讲说帮弟弟妹妹抓，或帮我爸爸抓，哇，那个孝顺的心啊，我马上开给你抓。是不是到我自动加入聊天室会发送密语给我？不是，你要先看看你第一期直播看不看得到。你看，像我这一只。我这只就是因为那时候吃大大力吧，吃那个啊，哦，不是大大力，那时候没有吃大大力，那时候是称号力拿到这个啊，武昌正章啊，刚好拿到这个，所以我才把这只练起来。小黑黑，等一下就是把你拉上来之后，你才看得到那个播画面。昨天三小时的延宝石没有奖章，我直接关掉。哎，对啊。你是那个吗？奖章怎么得到的？随机，有运气的，所以你可以吃那个啊，奖章，那个奖，是那种称号力，就是有个食谱是称号力，通常吃闪耀力、遭遇力跟称号会有称号力啦。那个闪耀力、遭遇力会有一个称号力，我们都这样吃的。所以就是赌抓到那只色尾有没有称号力。我以为那个一直给他吃东西就欸，是吗？我那时候是抓到的起来就有了欸。欸，所以你每次都有是不是？那我是误会了。Go， 对不起，我以为我有。他说频道已锁定。欸，对，不然你觉得现在每个人都会冲进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去看医院，你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啊，医生不就是等人叫号吗？
啊，如果你今天排叫号叫到一半的时候，一个大妈大婶闯进来说：“医生先帮我看病。”你会怎样？几率是多少？他们说称号力的话是52/1。哦，你是看别人攻略哦。哦，应该不是吧？因为我现在这个组合那时候也都是吃闪耀力的组合啊。那个小黑，你再等一下好不好？你还有两，你前面还要排两个而已，马上就到你了，不要急。不要急啦，很小，发过。闪耀称号大大小小，欸，闪耀称号大大小小怎么搭啊？我只会搭遭遇力称号跟那个，欸，闪耀，欸，啊，还是就是那个啊，就是，哦，我懂了，没事了。等等船，好啊，好啦，感谢利友啦，我换下一个咯。鱼与猫在吗？鱼与猫，繁星，谢谢大大，哦，谢谢繁星大大，繁星谢谢大大，替我弟弟感谢你，好，那希望你弟弟长大不要歪掉啊。好不好？不要当一个很不尊重别人的实况，不是实况观众。伊凡安安，你找哔哩哔哩的？哎，欸，那我搞不好知道，欸，应该吧？我不知道，就你那个图吧。对啊，如果是我这个图，我就觉得还好啊。那我就会了啊。那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应该也会了。没事没事，那我应该是会了。鱼与猫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看我台多久了？开始在一周目的那个询问，请问你第一个觉得最困难的道馆馆主是谁？哪个馆主让你印象深刻？请问哪个直播主让你印象深刻？你觉得最棘手的实况主是谁？那你最喜欢哪个实况主？好啦，开好了，进来吧。不是上次传的，因为我吃不出大大龙。哦，因为他那个很早了啦。欸，不好意思，你回收讯息。你知道我不喜欢人家回收讯息吗？你知道我不喜欢人家回收讯息吗？那个小黑，你冒犯到我了哦。我喜欢二周的问题。笑死，都找不到信使鸟。白痴哦，信使鸟包包就是购物袋的样子啊，你先进来啦。问就是奇数，哎，还好当时在打奇数的时候，没有人抖内帮奇数加油，那我要谢谢奇数帮我赚钱。那我等一下去调时间，我刚按错一个，一样，不准回收讯息就是不准回收讯息。现在我家管理员也被我开始影响说。不能回收讯息的重要性。WTN 是什么 ？What the N 是什么意思？哇，好看呢！波波吃了大大力，怎么还那么小？不要勉强他了。我等一下还想吃小小力去看那个藤果虫哎。那感谢鱼与喵咯，之后再来看看我，欸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祝你顺心，要记得抓哦。你知道故意用设围就是怕你们觉得说对面你们有了不抓，上次就已经有发生两个案例了，他说想说他已经有水润压了就没有抓，就发现忘记错了。好，感谢鱼与喵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，还记得偶尔回来看看我。来172在吗？172，请点开直播画面，谢谢。
你要不要来看我的苹果从小小丽？你要不要直接 DC 截图让我看啊？还是你不是你没有办法分享画面？我想说加你 DC 就是因为这样传照片比较方便啊，就传一些网址照片给你会比较方便。对吧、啊？我是这个用意啊，不然我加你好友干嘛？对吼，对啊，阿香，你是不是变笨了啊？我觉得你是不是变笨了？你怎么可以说人家变笨？还去撩扯？没有，在我的印象里面，你一直都是一个啊，孔明般的存在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在臭？没有，你是香欸，你是香，你是阿香欸。小小来杯茶是完全看不到、啊，好奇有差异吗？瞎了好不好？你要看，你要看贴纸欸，你要看真品贴纸，你 是看得到吗？那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就先不开放给你们抓哦，想说先让楼下的发一发。那这个中场休息时间就，我怕又像上次一样开放你们随机冲进来抢，然后有人又在跟我干说抢不到，想说干脆这样都不要抢，好不好？都先不要抢。小小黑，啊，别别，小黑黑，等下换你了，不要紧张。打排位喽，你说打开斗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要去换一个大的滑鼠键。我本来哎，色狗安安没有啦，不露，Reader 不露安安，拜托，我肯定比你色的啦。笑鼠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一只？要一只6V 百变怪啊？那正在耍，你要吗？安家的色狗，哎，肯定的吧？你有药吗？我吗？对啊，你啊。有没有药？好，那你等一下，你点那个置顶的 DC 进来，麻烦一下，还是要按照程序好不好？不然我等一下打开，我等一下直接把那个密码打开的话，我怕你抢不到。虽然我说先让谁谁谁先进来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直接闯进来。好，那你先进来。那至于要不要那个啥异国的百变怪，就是看之后啦。之后如果多抓的话，我再去丢给你。你进 DC 了，好，那你去下面一个房间好吗？哎、欸，感谢172哦，记得偶尔回来看看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小黑黑有没有看到我？看到了吗？然后那个碧露，你把那个，哎，碧露对不对？应该叫碧露。碧露，你把那个你的 ID 前面加个175。小黑有看到画面哦。你点开我的 ID， 然后有个进行观看直播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吗？哦，有了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刚刚会看不到，就是因为你不在同一个房间，看不到。恳求排队，自己进来啊，自己进来排啊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感谢您的配合，你已经成功挂号了。早安，早安，百变怪的洞不会被时间刷掉吗？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次开都是会把时间往前调到午夜的零一分。啊，所以我看着这个黑石头看了三天了，很腻耶，又仿佛在看那个黑色裂空座一样。虽然我没看到它，我是看到绿色的。波西辛苦了啊！你也知道哦，还给我打斗阵。
有啊，你看你可成功进来了，很棒吧？不是，你又学会了，你很棒。以挂号晚到的情告，晚上175就已约9:30，晚上175就约我那边，这样约的吗？让我想起来以前刷社围读贝比不吃伞不加成，我没有玩、欸、日月，我没有玩。Yuki Yuki 安安，哎，没给出去，这样子的辛苦有没有稍微消气一点点？没有，我觉得你在笑我，你就是那种，哎呀，我钱包里面有钱给不出去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哎呀，可惜了，不然钱好想给你哦、喔，不好意思了，繁星。繁星这只已经在风吹日晒雨淋三天的感动，哎，肯定下次就换你们让我刷了，跟你讲，还不拿些香料来犒赏我。好了，小黑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哦，都再回来看我，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啊，祝您顺心，嗨晴夕。蛋塔又在雷，我觉得他就是在搞，你就是在搞，对不对？蛋塔，似有似无的巧起点啊，究竟他到底有没有100小起点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就是他最清楚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只有蛋塔知道他到底有没有100块可以抖出来。还好乌波色尾痕很明显、欸、肯定的吧，一颗紫色的小葡萄在地上走。感谢蛋塔什么镇定给 Sora， 感谢感谢。哎、欸、呀、啊、小起点呢、欸、香料房吗？好像不错，我很想要啊。哎、欸、抓了三天的，你们在那边说哇两个香料三个香料的、欸。我就只能在这个洞口前面流口水。拿去啦，欸不好意思欸。好像是我欠你一样。天哪、啊。好，我捡好不好，我捡地上的钱。我捡就是了嘛。感谢繁星，不会不会。祝你们孵蛋顺利哦。上次六香料也打了不少吧，可是我好像那时候是跟了5次吧，后面都是给其他人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偏多啦，我自己也知道啦。但是如果真的刷毛起来刷的话，很快就花光了，所以也是因为那时候才认识你的啊，跟你比较熟啊。想这样，咪咪，下次看到喷3-4个香料可以密主播刷吗？可以啊，而密的话应该密不到啦。你可以看看留个一天，然后到我们的台来跟我们说，因为老实讲，我真的比较喜欢收藏宝可梦，不喜欢去打对战，比较有囤积，不想去伤害，好吗？可能要周四以后了。欸，对啊，如果真的更新的话，是不是这洞就没了？我不能更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活动可能最晚就是到明天了，各位且抓且珍惜啊！我真的好雷哦，这样你连炸弹鼠都玩不好是不是？卢伦不是黑伦安安，灰色蓝料安安，昨天刷了2轮金球，如果只有蓝色蚯蚓，你怎么刷的？你是吃遭遇力吗？感谢晴夕啊，晴夕路上小心，不是啊，把事事顺心，不是路上小心啊，抱歉抱歉，刷过，好啦，晴夕拜拜拜拜拜拜。
哎，你是最后一个了，你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病患了，好不好？打到什么进度才可以去参加别人的六星洞啊？你一开始就可以参加了、啊，你从学校走出来就可以参加了。小根不一定会洗掉吧？我很上六次像要下次更新，老喷还是老喷更新档？对啊，哦，所以不用是不是？叫你加寻宝，叫你去寻宝就可以参加了。是我连小起点都送不好哦，那晚上下班你要加加，好啊。你日版要抓，好啊。好了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那待会他们要去送那个，送啥？异国百变怪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不用猪板喽。不是啊，你还是要用啊，你囤着多抓一点，搞不好未来我们用得到啊，对不对？我身边搞不好还有其他想送的人啊。沙漠用遭遇闪耀三的虫，有蚯蚓，哎，很好。我想刷玛丽露色尾有比较多的玛丽露可以让我算命。对啊，你就是去大量发生啦，然后再去吃那个闪耀力就好了。不然还是要看脸。感谢 T K L L Y Y K I N L。订阅，我2:45再送，我先去吃饭。你2:45再送，天哪、啊，卡在你身上哎！好啦，没事啦。昨天领过的能参加抓捕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抓。哦，所以米米那个房间的要等他2:45回来哦。先跟各位讲一下。好不好？那个2:45之后，你们再去米米那边的，可能要2:45。然后蹦蹦那边的，等一下可以先领。是谁？二号房没人啊，他怎么会是？哦，蹦蹦那一房。挂号一亮亮。不是啊，你们排 A 的。第一号房间没有人呢、欸，第一号房间的不在这边呢、欸，他们都不在、欸，所以房间 A 号房的可能要晚一点，晚上或晚一点才行了哦、喔，先告知一下，不然我怕你们白等。对，因为 A 号房的都在上课上班，我先提醒一下 A 号房的都是上班，哎、欸，葫芦拜拜喽。那希望你可以多来看看我的台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重开。A 号房都是约晚上的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懂了，谢谢。就这个啊，你看我现在是下午，不是下午啦，现在是早上11点的嘛。然后我就是每次都要调。这样子啊，然后要调这样子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时间我是不是调错时间了？我刚好调到时间吗？我应该没按错吧？你游戏有关吗？有啊，有关啊。因为我刚刚没有调到日期吧？你没存档啊？我有存啊。进去就知道了。完了，我好怕哦。好啦，看看啦，没有抓到的那个那些，抱歉了。你刚不是直接拉时间吗？对啊，我记得是吧？
你那边26只，那明明你们还要抓吗？你要先抓几只吗？哦，有听到声音了，听到声音了，应该是吧，有吧？哦，还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看，我的眼镜不见了，都可以哦，那再来刷吧。那我先不开放哦，我先跟我的干爹刷哦，就多刷一点，你们等一下送的比较快一点，可以吗？你们乖好不好？再赞一次，哎、欸，刚刚说昨天想抓的，请进来。你可以到挂号或过号看看，我再把你抓进来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想参加，可以吗？我加入 Discord 了，可以。等待开放。那个，我怎么讲？他感觉是复制贴上。Alan， 我正在使用日语翻译网站。如果这些人奇怪，我很抱歉。哎、欸，那个他是日文的。啊。我想一下哦。我也想说，ちょっと待って呀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下面排队怎么样？下面排队。下に並んで。完了，谁会日文？帮我过去一下，帮我。下に並んでください。私はあなたを引き上げます。那个 YT 求救一下。YT。没有啊，他是哦，你是在跟中文讲是不是 ？OK。哦，是用日文翻译。他到哪一个啊？翻译机他们能懂的哦。他好像听得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哦。我们先一场好了。感谢您的好友回应，很高兴看到你。我要讲什么？我好烂哦。私も嬉しいよ。这是什么意思嘞？我也很高兴。私も嬉しいよ。我在光遇跟日本人聊过天，你也太猛了吧！我都会，你还会什么？都喜欢我？你好像又看错字了，我吗？我又看到什么了？哇！我在光遇跟日本人这样聊过，哦，冰山，嗯，是我吗？好友变成友好，哎，中文顺序不影响阅读吗？你可以去睡觉。尬聊一波，对啊，就尬聊啊。我想抓住，你想抓我哪边？那、啊、怎么办？怎么跟他讲？跟他载光宇，我们来聊天。好，咪咪，拜拜。
チャンネルを下ってください。引き上げます。哎呀，哎，他这个会不会啊？等一下哦，这个，然后接上，然后这个下，引上。我、哦、这个不会。这个台主不会日文。哎，对。离开频道，不不不不不不不。哇，观众你们好棒哦！你们怎么那么棒啊？但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嘴我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你们好棒哦！140睡醒了，谁啊？那请他进来啊！他的频道是哪牌啊？自取号码117那边 ，Life 房下面 ，Life 房下面那个频道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对，哎，我想尿尿。嗯，170嘞，170在吗？拜拜140嘞。一边负担一边看台哦，好好。你们等一下，主播面临的国际纠纷。平安安。不然就是叫蹦蹦抓一只给他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能抓。妈妈妈，冰山，你啊，不，啊，你们遇到国外的抓给他好了啦。我觉得用拉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帮我抓给他好了。好不好？有没有善心人士，等一下要进来帮忙抓的？还是那位翻译官，你可以来进来抓吗？我现在把上面的关掉，好不好？我关掉，让你们进来抓。他进去了，这个，，Hello 。啊，怎么讲？可以刷吗？我、啊、怎么讲那个看 Discord， 他叫阿里亚，哦，阿里亚，哎呦，好害羞、哦。阿里拉，可是冰箱说阿里亚。我要怎么跟他讲？看看画面。不是冰山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敲他、啊？哎、欸，抱歉，
有没有打手？米米，不不，蹦蹦要不要打一下？我没打手。传送讯息，他会看提示扣吗？我看一下。S 9 HP。我敲他了，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。可以跟他说看私讯吗？我敲了啦，只是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。可以刷吗？先等一下好不好？先照顾一下国外的朋友。对啊，我才说还是你们这些翻译官来帮他抓一只，再丢给他。冰山有没有进来讲啊？冰山，你进来开麦啦！冰山，进来开麦！冰山，你进来开麦！我私讯也私讯他了，就不知道他懂不懂而已啊。我重开哦。アイラさん、PM 見たください。蹦蹦，我开了。哦，他是不是真的不会？好啦，冰冰你进来啦，你帮他抓一只啊，然后你丢给他啦。舌头在就好了，哎，舌头就很久没看我的台了。这样还行吗？冰冰，你来抓啦！林三，你进来抓，传给他啦。等一下，我再开这游戏。好。哎、欸，他进来了。ありがとう。他进来了。Go go， 不会讲，哎呦，我一起马修。Go go go。エディコダンサイ。日文我只会基本的啊，平时没在看日剧了，很久没看了。好的，我知道，谢谢你。哦，终于，好，直接够够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！你们好棒，他们超棒的，天哪！啊，那些会日文的台币都不在，哎，我就叫他们进来。你知道我开始
很热了吗？今天其实很冷，但我现在狂流汗，我要去冲澡。要进入日区林？不要，我好怕，怕不敢。哎、欸，那冰冰怎么跑掉了？帮我说谢谢，我不会讲，阿里阿多。哦，给阿哥友好的，谢谢你。私を訪問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谁啦？又加我好友，忽略。是我讲，再讲一次，不是要让你们这个群组，不是要让你们拿来加我好友用的啦。我说的只是方便让你们进来用百变怪的而已啦，不要擅自加我好友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辅助伤害比你高太可怕，该玩辅助了吧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挂号，现在挂号到哪了？哎、欸，那我再拉这两个、喔，177跟178，那个 S O O N， 我看一下、喔。你们两个在吗？那个 S O O N 你改一下178，因为我们后面要做个那个。好吗？你只会炸弹，改一下、喔。他说你的粉红色有可能，我还有更可爱的东西哦、喔。对，178179，好，我改一下那个名称哦、喔，你等我一下哦、喔。编九开始，真变。要抓目前暂停哦、喔。哦，好啦好，就到180好不好？刚好180、181开始好不好？分享181开始。等下那两个179，我改一下名。更改。哦，好了。那你再帮我调一下频道，181开始。好，我们。那这两位我看一下哦、喔。都有在频道哈。那给你们看哦、喔。更可爱是指你吗？是，当然不是咯。好了，因为等一下要请那个米米去楼，不，蹦蹦去楼下发一锅百变怪。要学日文，哈狗狗，什么哈狗狗？好了，这个是倒数第二场了，等一下让我休息一下吧。你在练，在排位练，哇塞，不要这样子哎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，你又不是我，我在排位练脚啊。那个宋，进得来吗 ？Hello， 你进得来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二三，应该不是米米吧？八亿国百变怪，对，请排队，谢谢。你会继续浏览的，谢谢阿里阿豆。你是送，那你赶快进来，你进得来吗？你进得来吗？你要点那个 DC 的萤幕分享，还是你看不到？随意派吗？不是，下面排队，下面排队。你看不到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、喔、你看私讯，你看 DC 私讯好不好 ？DC 私讯你了，你看一下。
帝国百变怪是楼下，什么 say 的啦？哎，那你不要排啊，你又太慢了。不是，已经开了两个小时多了。你是宝可梦随便派一只吗？对，到时候是楼下换的啦，这边没有再换。教主不要生气，没有生气，老早已经气过了。DC 好友可以先暂停关闭申请啊，不是不是这问题，是啊，我那个时候也解释过了，最主要问题是因为那时候可能会有人来找我，需要回复之类的，但是我没有想要加对方好友。就比如说，好，今天某台的 mod， 对不对？啊，可能是因为我在他那一台常出没，他想要做生日影片。于是就跑来私讯我之类的东西，那种，你如果关掉那通知的话，啊找不到人啊，懂吗？你要用 DC 排队吗？对，不然你在这边排队，你有机会可能永远抽不到，好不好？因为永远都有人抢得比你快。你刚好这两天连我的问题效果辛苦。没事没事，晚点啦，晚点再来。我最近也是弄这个弄到我真的好累哦、喔。你看，还要管谁换到，然后谁抓过，然后还要管秩序，累。好了，177178，感谢啦，你们先自己离开哦、喔，等一下抓完自己离开哦、喔。我是强制关掉了。那记得偶尔来看看我。好了，巴斯跟 Alan， 你们真的是最后最后的，好不好？第一次会警告而已，我知道，我会怕。晚上还会有吗？会啊。晚上会有啦，我不开这个要开什么啊？邪教羊吗？会有人来看吗？好不好？邪教羊之后，那些原本有玩那个宝可梦就不看了。那你们定低哦，好，就进来了。来，这个是最后的密码。感谢我这两天动力没事啦。反正你先排队好不好？你先取号码牌，你叫181凤梨好不好？你当一个身高181的凤梨。有个问题，现在想参加抓的孩子会不会是海外的？都你要怎么回答？都是繁体的。凤梨，你去改个名字叫181凤梨啊。我看不到讯息。这样子吗？全員が反対自走車。这样子吗？巴斯进得来吗？他写载入失败，你重新连网路，你去重新连网路。哦，这是一个凤梨，是你哦。那你要把 say 的这个东西改掉哦，这个其实听起来真的会让人家很不开心。没事，我蠢，没事没事，我等下出去要被鸟咬了。Alan 走喽 ，Alan。所以我刚才说冰山，你要不要抓一只给他？我是这个意思啊，他搞不好是也想要异国的、啊。还是 YT 有人可以用6V 换 6V， 自己抓的会跟着有的话跟我换。
欸，我其实可以继续去拍卖场买东西，对不对？买东西，然后反正钛金不要打死后存档就好了。我就让6%先撤退，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感谢巴斯跟 Allen 啦，谢谢谢谢，记得偶尔来看看我。哦，你有领过东西哦，180 Allen。哎，巴斯，巴斯，你打个字哦，看到你身份发过。好了好了，感谢感谢，阿里阿多，嘿，阿里阿多。好了，现在休息时间，我必须交换。理论上可以，对，理论上是可以。没有，我们要调时间啊，是因为。他其实看里面的那个，欸，其实调一小时就好了，对不对，阿斌？感谢繁星大大，不会不会，不会啦，啊。他要换，有人要跟他换吗？我就没有啊，刚刚就叫冰山进来，他我觉得他肯定是要异国百变怪啊，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冰山还是你要先进来跟他换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先预知了他的预知了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猜到他讲什么，图灵，然后打，要出门复健呢，复健，我存有一只哦哦哦，哎，欸，那你换好一只之后，你可以跟阿旺换吗？哎，欸，阿旺你在吗？阿旺，哎，欸，蹦蹦你可以去送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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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先没有，休息了，我不要打呀，啊，聊天。休息一下，休息先。哎，欸，还是我可以关台了。休息时间，我在太刚好了，对啊。谢谢，我刚刚知道这个屏幕。我要怎么回答？他现在敲我说，他现在才看到我私讯他。你刚叫我的一瞬间，又出一支酱油了，怎么？阿旺啊，多叫一次。叫魂呐，啊，繁星。摔了两个月哦，对齁，对呢，对呢。那我也先重刷看看，好吧。好了，那个蹦蹦去发了，那我们这边就是闲聊一下吧。我的膀胱也快爆了。主播安安，听说这边有酷酷的百变怪，对，但是现在先让我休息一下，因为稍早已经打完抓完一波了，先休息一下。如果你没有排到的话，哎，欸，对，这个可以抓哦，这是可以抓的哦。最醒了就完了，啊，完了什么？看，这可以抓。看，等级低的怒鹰哥。可以抓哦，
这鹦鹉可以抓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等级超低的哦，可以抓一下来玩。其实那时候有讲啦，其实这边抬头就可以打他们了。我那时候是无聊，在家里乱逛乱跳的时候，跳到上面的时候，发现说，欸，可以打欸。感谢牛牛的超级留言。我就觉得其实珠子做的不错，就是会卡会顿，比较麻烦了。冰冰，你有帮他换吗？又画就很北蓝，哦，就很烂，很北蓝，这还不错。对啊，哎，尿尿尿尿。是买刷色为裂空座，哎，等一下哦，危险，盒子先存一下，不然等一下进化又不好打。完了，存档了，应该还在吧？咚咚咚咚咚咚，哦，在在在。啊，但是做成这样肯定出黑裂吧？哎，刚刷了一下没出啊，刚刷了七只八只没出啊，看来是我刚刚又造了口业啦。欸，那时候跟安妮在打这边的时候，他看，欸，不对，难怪他看不到，白痴哦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没连机啊。我想说他看到很多剑子草，我却看不到。再刷一下肯定出啊，如果没出怎么办？你去跟东粉说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很大声的跟他说我爱你。这个赌注不过分吧？你看平时常在讲的东西，应该还好吧？可是每天睡前都在讲，哇，真的假的？那只要讲我不爱你，是多想拆散人家，安心。哎，欸，对，阿香，那，啊，照片嘞？我在等照片。小小啃果虫的照片呢？好扯，这样不用，还好吧？你再塞一幅哦，好，
我想说这样走走会不会遇到色尾，哦，怀念起跟安妮那时候刚当新手的感觉了。当新手玩什么游戏都好快乐哦。哎，不对，那个谁，冰冰，你等一下换到日文的那个百变怪你要吗？你不要的话可以跟阿旺换吗？那阿旺我是不是要先开一场给你进来抓？新手慈禧你搞不好遇到色尾你都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只就是红线，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色尾，直接错过。你是谁？哦，能用百变怪换百变怪吗？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可以换到那个日文的。我刚刚想说这是酱油吃就给他了哦，也可以啊，你问问看吧。反正他要百变怪的话，这边还是可以抓。我们来重新体验这个世界。好了，阿冰，冰山你可以换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去我们那个啊，8888778788去那边换吧。阿旺去吧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去抢哦。感谢了，因为我们阿旺还要生一堆寿司出来。月雪你几点下课啊？而且要下班呢、啊？4-5点看情况，好吧？那我晚点再开台。那我封面是不是要换一下了？换这个骗人的封面。会吸引更多人进来，感觉就今天比昨天少一半以上啊。望月在这里吗？没看到他。降爽没？排位都排好久，不要打排位啊！啾啾啾啾！先去吃早餐，好。那我等等跟他换啊，你先跟阿旺换啊。都是一把铸成啊，对。想在海里用 Let's Go 是不是？哎，白痴哦，那我要干嘛？白痴，那我动。
角度效果绝佳。金山，你跟阿旺交易吧。年轻人眼镜，他怎么知道换眼镜？看到队友在搞雷，对啊，欸，其实你斗阵要进步，真的当不是比较好，你就会知道你的队友都在干什么了，一定会气死。你就会觉得说你不想当母子。睡到现在，哎，你要睡觉你也不要挂 IDC 好不好？反以为你在，哎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温阳就跟我说什么样样在啊，我说样样不在啦。他从昨天晚上挂到现在，他说哦这样子哦。说对啦，肯定不带的，也不知道把你拉去哪边。阿总起来，对不起，这样太累了。你又几点睡？我跟你讲说，好好睡啊。过几天太操劳了。我早上起来太多次了啊，然后就睡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就是逃避工作的问题。他觉得这个新的工作他太累了。你六点到这个时段起来好几次，哎，我其实我也常这样子啊。样样要刷吗？可是应该休息了啦，就是这段时间到三点，不知道哎，应该没有要刷了，剩下晚上再说吧。已经有点累了啊，我就是十二点的那个气的那一下，他让我好累了。那到了，感谢感谢，你有本事在小雨面前说辛苦了。我那时候本来想说，我们不是那个当村长吗？要那个想那个罪名，我真的想不到哎、欸，我就想说好了，我讲一个我最讨厌的好了，就是牙膏从中间挤这个东西，不是我本身会从中间挤，是我很讨厌有人从中间挤牙膏，就是我爸，他就无所谓，然后每次都把牙膏从后面往前推，他要从中间挤，我要气死。阿旺给你巧克力寿司，那酱油寿司吧。对了，样样，你的呆火二有没有装木炭啊？对啊，样样，你有没有装一些道具啊？因为今天有几次是打不死的、欸。哦，他刚好加特工哦。哦，想说你有偷练，因为今天有几次是喷不死人，有卡残血。这个加特工，哎，好会猜哦。我本来想说，我早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就在那个兔窝群问，我说要先刷吗？然后没有半个人理我。然后到了快十二点的时候，温阳就问我说：“所以你等一下行程要怎样？开放还是怎样？”我说：“我在兔窝问了啦、啊，但是都没有理我。我想说先开台。”先随便做个东西，
看看有没有那个他们四个有没有几个在这样子，然后再开始做打算。啊看，哎，结果只遇到两个，可能都在等异国排队吧，没人回你，因为那个啊，不是没人回我，是我在兔窝DC群问啊，叉叉应该消化差不多吧？对啊，就是现在只剩下那个了，差不多就都剩下。要领异国的了，所以我就说大概明天就是抓一抓就已经差不多了。所以到周五肯定没办法办，那、啊、没办法、啊，谁知道礼拜一晚上，对，礼拜一晚上就抓到那个爸爸，遇到个洞，谁能知道？我都不知道了。会知道这件事情，我就不会去乱摸洞了。手速快的都丢色为走秀，对吧、啊？你看那个阴井，一直想要秀，秀不到。然后现在就闲聊吧。啊。不行欸，想到十二点的那个，我真的还是好气哦。我快可以刷色围了，我快可以刷色围了。手速快沉思。哦，别说了，你不死手速慢，你还木脱、哦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伊布欸。嗨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公的母的，公的，好，饶你一条命。哎，饶你一条命。我那时候跟到一个人，他的斗争观念跟的是让我很傻眼。我就直接标了一句话给他，这样。你要玩可以啊，以后不要找我了，这样子。不是啊，有大就直接开。我也在想说，他到底是观念是对还不对？但他整场也只开过两次大球。他说你不开死掉就没了啊。我说哎、欸、不是哎、欸，现在中双方好像。都各占50%而已，你赶快开掉，啊是什么意思？啊没人配合你啊，那、啊、你开掉是怎样？还在那边说，我都开大了，你们赶快冲之类的、啊，冲杀小啦，都残，我们都残血，你开一个龙冲过去，让我们去送死。而且又不是说早期、中期、中后期大家都会躲龙了，他们开杀小，对吧、啊？而且我之后玩安娜，我还整场可能都没开到过大欸，有时候太优势了还是怎样，就把大扣着都是救人用的，那我就很不爽啊。所以我不是不能忍受队友嘞，我是不能忍受观念不正确的人。哎、欸，观念不正确我教，但他们不听我就算了，就那就不要玩了。有时候不想要玩游戏太过计较还是什么，可是不对啊，他玩得太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来这边干嘛？海盗乌拉希，
哎，剩十分钟好了，不然我们去刷一下裂空座好了，好吧？如果等一下刷到黑色的，我就开到字典，通通让你们抢，好不好？百变怪随你们抢。这太赚了吧！祝繁星赶快刷到。哎，又开始降温了。我刚看到先生画的一幅画，蜜蜂和长尾小鹰很可爱，很喜欢他们。哎呦，阿里阿斗，他说我画的那个麦块吧，应该是说我画的麦块。啊，他跑去看我粉砖了哦。现在刷什么啊？现在到处逛，想要刷色维裂空座。哎呦，跑去看我粉砖欸，天哪，好害羞。和。刚去复健，你也在复健哦！天啊，我发现我不止手速慢，还木脱，对吧？那你这样子真的不应该玩炸弹鼠还是什么的，请好好玩好托比昂或是新梅塔，但是你新梅塔。可是为什么不能传影片到我的手机？你拍照片就好了啦。哦，你的脚断掉，所以才去复健。哦哦哦，好麻哦，天啊，哦，好不，好痛。照片也不行。真的假的？还是你要荧幕分享？哦，米米回来了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米米了，辛苦梦梦跟米米了啊！无偿的义工，玩手机有时候不会扫不到 Q 啊，你要不要直接团推特？嗯，不是，还是我加你赖啊，还是阿香我加你赖，赖总行了吧？还是他侦测到你传的图是十八禁的，可能那些苹果那些啃果虫都未成年。没推特，没事啦，我也没有在用推特啊。没事，我也没在用推特。你让他上传到云端，哎，我真的还是很不用云端这东西，哎。好不好？人家也没在用云端啊 ，DC 不能，因为有时候 DC 真的在搞。我那时候也是传一张照片吧，他一直说什么容量，要么容量过大，啊，明明是 JPG 的图，容量也会过大。然后那时候就最后还是加了人家 D 那个 Line。还是你的手机画质太高了。哎，前几天还在刷裂空座，突然被问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还在刷裂空座？你还没刷到、哦、啊？”当然是没有啊。通行证法拉很帅吧？我也觉得很帅。怎么办？我是想说，我搞不好玩的机会真的变很少。这次想说就不要玩。哎，知道哎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是有没有什么几分几秒点下去会有裂空座？因为存 SD 卡不能存。
知道。DI 零七二安安。这种讲法好像黑烈很好说啊，因为你就是要在第五秒的零点几毫秒的时候点下去，还第六秒的这样子。不是啊，他们就是有个人从七十几次就刷到，一百四十几次就刷到，我嘞。可是我要玩公主连结了，我玩一下好了。公主连结，来 game 数。你要在零点零零分点进去。我现在调啊，你说的哦，我现在调时间哦。你在那边出一张嘴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哦。没出你就直播剁鸡鸡哦，好不好？我玩真传最久的时间就在刷猎空座了。真传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这边，好。我要跟蔡大说，你有个观众要转信了。恭喜蔡大，贺喜蔡大，多了一位女性观众。相信你这么多天做好事，一定会。哎，嗯，色为这东西反正就靠晒啊。啊，赛跟好运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而且想一下，我后半年真的是各种水逆。就只差在我的可能 YT 有没有？可能连勾勾也被拔，或者是我的 YT 再也不能使用盈利功能。这种东西啊，还好没出现。刷黑的时间有超过这段人生？对啊，欸，他刷这过程的时间不会算在游玩时间内。怎么看啊？选项。你看，只有280小时，怎么可能？我在这边刷的时间都已经超过1000场、8000场了。你看，我的猪都已经超过了真传了。啊，这个是意外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玩到700多小时欸。动物森友会可以玩到700多小时，是怎么办到的？有没有看存档时间？你动身比我久欸，你就知道我动身其实我岛上也没什么东西哦。我可以玩到700多小时，你动身1000多哦，哇，你好狠哦！欸，重点是我动身的岛上都没有改岛，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垃圾全部都丢地上。欸，啊，最后一次，准备关塔，累累病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没食率，所以成就还没刷完。哦，欸，我动身也没有带当时空旅人欸。然后
我真传也没，没有，应该说我所有作品里面，啊，真传单过一次啊，那时候好像是要刷一只啊，要卡伊布啦，那时候想起来了，那时候因为后院有伊布，就要当时空旅人卡住，那时候当过一次时空旅人，然后再来就是。当时旅就再来就是这个了，因为我不想要因为当时旅破坏玩游戏的那个啊寿命。你看，你虽然你调个时间，你东西就可以得到或获取到，但是你就是少了一天的时间可以去玩这款游戏。你看那个赝品的话或真品的话。就是那个狐狸啊，或是那个龙克斯啊，或是那个海鸥啊，你只要十旅一次东西就可以拿到了，但是就是少了一天的寿命啊。好了，都没有，看来是当坏人比较好。我第一天发现睡床不能转天，你就十旅了。哎、欸，女人，你起床没跟我打招呼哦？你已经两天起床没跟我打招呼了、欸。啊，你的借口理由是不是都是怕打扰到我？哎、欸，后来我发现昨天传给你那个三 D 鼠的图，很像卷卷的、欸，配色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关台了，关台了，感谢，剩下晚上我们再来抓。我等一下晚一点点看我有没有醒着，就看米米、样样他们要不要来刷。哎、欸，安妮，稍早遇到日本的人来刷，那时候我们很好笑。放学再来了。对，哎，次次，你昨天不是还在土司喵的台待很久吗？有看到？哎，番茄，你的床准备了，准备好了，这边，这个是番茄的床，还有三小时上学。哎，昨天安妮也是拼首发在玩斗阵特工，掉帧掉的也很严重，卡顿啊，不掉帧。怎么好笑、喔？不是番茄就很喜欢睡在这边帐篷上面，他上面会有一个帐篷，然后每次都说这个人在跟他抢床。我说你不会跟他一起睡哦、喔？不过他现在也不会上了啦，他现在都在玩那个宝可梦，没有要上。哎，好游戏，明天复课。黄鼠狼面具，好像第三次复刻了吧？一起睡感情好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看有时候就是安妮这边的光会就是变小颗，左下这一颗，然后有时候就是不小心马上点下去，安妮下一秒就上线了。我说对不起，不是叫你上线的意思，是看到你。你的粉底掉了，想要帮你补个妆。阿四说付到一只六 V， 结果睡到，结果付到两只公的，然后就没存到档。没存到档，你是生完蛋完全没存档吗？你如果生，那你提，欸？对。你是连生蛋的时候都没存档哦，那就没有了。因为想说你生完蛋有存档，那个还会在啊。好了，没有人了。好的好的。生到夫都没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请习惯存档啊。虽然自动存档要关掉，但是请习惯手动存档哈。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记得啊。跟什么六 V？可能是迷你 Q 吧，不想要转圈。
第一步啊，你迷你 Q 生出来了没啊？有主播的迷你 Q 生出来了吗？哎、欸，蛋塔不要讲干话哦，小心被讨厌哦。好白哦，天哪、啊，超白的哎、欸，已经6V 一只了啊！你不是要升色尾给优主播、哦？哎、欸，来要抱抱的是不是？一凡来抱抱，我还强抱人家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你是谁？我真的怕会忘记，忘记什么？你说存档这件事情，要逼自己习惯啊！你看，安妮的脂肪记忆，看到色尾第一件事情，马上按下 X 键加 R 键。这件是哪位先组的披风？这个是台币，这是台币披风。哎、欸，要更新哦，看一下哦。等一下哦，那我手机也去分析一下。光遇，更新，欸、真的、欸，欧若拉的，今年还没卖吧？还没啊，这个要圣诞节。我知道刚刚有虚拟演唱会啊，是在刷色尾没有看到。不刷色尾，刷百变怪。哎呦哎、欸，看一下阿香的画面。哇，阿香，你眼睛要瞎了吧？哇，你前面那只绿色就是哦，色尾的，是不是？天哪，阿香。会瞎阿香，左财灵披风，重点是我已经看到了。哦，天哪，他就是颗绿绿的草在那边，怎么看到啊？这个披风哦，这个披风是台币，然后这个也是台币吧？我记得这个才是复刻，这是换的。台币，然后台币，哎、欸，是吧？雪花斗是披风吧？不啦，是台币吧？然后这个是礼包吗？嗨 ，hello， 我都来了。嗯，我觉得我错过很多只了，我觉得是哎、欸，这样，你要干什么？昨天我拿百变怪，有孵到一次迷你 Q， 20内出色为，你傻眼哦，你已经孵到了哦，那你送有主播了吗？这游戏需要氪金吗？可以不用氪金啊。只是有些好看的东西需要氪金的、啊。你看我这个披风啊，这个披风就是要氪金的、啊。那有些是要用你的肝换出来的，你氪金也不一定买得到。理论上来讲，钱都可以买得到。然后我去问了他一下，他说他要一般色，他要一般色的两只色尾他有了，他为什么有？天哪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，主播你好扯。那这游戏买不到的东西就是爱心啊，爱心换的东西买不到，那其他台币都可以买到。有个三江，有一个超级工具人哦，我
好的好的，好啦，要关台了，谢谢大家。这游戏你现在干起来其实也是蛮累的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不是没有动力，是没有力气玩这款游戏。我上线跑个一个小时我就休息。好啦，我拜拜啦。风吕披风不知道几寸，我到时准备好口口了。嗯，番茄也准备好了。好啦，樱花拜拜，看一下昼夜昏沉拜拜，蛋塔拜拜，电拜拜，叉叉拜拜 ，Sora 拜拜。雨夜拜拜，蹦蹦拜拜，拜拜，洋洋拜拜，雅德拜拜，温加藤方程安安，拜拜，洛克拜拜，冰山拜拜，比比拜拜 ，Yuki 拜拜，利恩拜拜，安雪莉拜拜 ，U 圆圆拜拜 ，PIPPI 拜拜，欢笑有谁可以带？你们要继续挂在这边吗？还是要离开？因为我认识的已经没有在玩那个了、欸，那个猪。阿夏拜拜，神佛拜拜。嗯，你觉得可以？你可以升色为啦。正在拼哦，好，好啦，那留在这边吧。好的，那如果要留意那个 DC 讯息那些的话，记得 DC 可以排队，然后先继续追随。那，如果八点后没开，先体谅我一下，我可能真的爬不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晚上不确定是八点开啦，反正就是晚上会开，但是是不是八点到时候再说。好，感谢。哇哇哇，我要去陪安妮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没啦，大家拜拜啦。